我不再让你孤单，我的风霜你的单纯，我不再让你孤单，一起走到地老天荒。新加坡的朋友，咱大家好，我是陈生。咱今麦是一个特别的时阵，所以我要来，予你有一个特别的请安。咱爱乐观对待咱面前的社会的发生的代志。你麦向我啰嗦，我要甲所有专家交代的代志，拢爱揢伫心内，去甲你交代一摆，请大家。特别是长辈吼，爱尽量留咧厝咧，难得哦，爱乐观来想，讲有这个机会吼，子孙啊，拢会当转来伫咧厝内底，所以大家来斗阵甲做伙哦，食饭聊天哦，看电视拢袂歹。啊，若万一要出门的时阵，都爱戴口罩，爱保持有一个安全的距离。疫情。终究会过去，所以咱大家一定要保持快乐、健康。有一天，咱一定会当快快乐乐伫个街仔路来相见。哦，迄个时阵，咱再来唱歌跳舞。你讲好啊，好啊。